四個面，我要熱奶茶。揸筷子都揸得好好喎。大佬咧，我住在香港48年，用筷子攞過嚟。呢個禮拜係啱啱48年。今年73歲嘅夏思爾博士喺70年代由英國嚟到香港做政務官。當年到香港做官嘅條件同埋福利都好唔錯，但估唔到香港帶俾佢嘅收穫比佢想象中更加多。48年前，我一到香港就我同埋太太就行咗街去炸店坊。嗰陣時炸店坊唔喺而家嘅。嗰陣時係賣菜、賣肉、賣魚，好多人就好活潑啊！嗰陣時我話：哎，我想住呢度，我好開心，好中意。嚟到香港嘅第一件事，除咗係行銅鑼灣，就係學廣東話。政府就話咧，就6個月冇工作做，逼我哋一定要學廣東話。政務官呢份工唔止教識佢講廣東話。做地區工作仲俾佢有好多機會接觸到鄉村嘅村民，加上公務員放工之後大把時間，俾咗佢好大嘅空間去實踐歷史研究呢一個興趣。73、74年開始就研究鄉村村落嘅歷史，去到而家足足40年啦。我大多數咧就係英國人佔新界之前。喺呢位老番博士眼中，鄉村嘅每事每物都好有趣，由九龍到新界嘅村落歷史，由茶葉。盐的本地生产、乡村的壁画，去到乡村学者的奖学金，都是他的研究题目。他现在就研究着契神女，即是当年的家庭为了求得儿子而契给天后的女儿。契神女送给天后，他一到15岁，他会煮个庙，煮到死，他会做庙祝，不可以结婚。还有牛池湾村给自梳女安老的斋堂。牛池湾村系呢个系个永乐洞嘅斋堂。So this is the building rules, the room rules。佢嘅办公室就好似一个乡村博物馆，随手都拎得出一啲历史珍藏，例如乡村文人嘅卡片。But if he was giving it to someone, he might put a note on it。梁思潮同埋佢嘅太太。呢位唔系博士嘅祖先啊。是海下村绅士，即是当年的地方精英，1944年过世。他所有的书籍和收藏都经博士转交到去中央图书馆。这个是用丝柱作这个。But there's a lot of good stuff in here。所以你觉得幼女小便做一个题好有趣。Yeah, 好难得。These are pre-war, I think, from the 1930s.Why is he eat not gallant? Well, it's fun, isn't it? 佢即将要出版嘅一本书系佢40年前写落嚟嘅。博士嘅研究资料主要系靠村民嘅口述历史，所以同好多村民都成为咗好朋友。好中意嗰啲村民啊！佢哋好坦白，所以嗰啲老人家嗰阵时咧就系70、80歲，佢哋当然系过咗身。他们过了身，但是就人人都要过身。今后 我就会过身，我73岁，不是年轻的。英文叫做 sad old man， 独居居老人。 I'm beginning。 96年他申请了提早退休，离开了康乐园的政府宿舍，在林村买了一间村屋。唐太买 donut、yeah。 香港咧就我好中意，我好中意，我好中意。我知道我系英国人，我唔觉我系外国人。呢个系我啦，我系本地老番。呢位本地老番仲有一本书叫做《被遗忘的6日战争》，讲述当年英军接管新界嘅时候，乡民反抗，近500名嘅乡民被杀嘅一场战争。在这个对抗争尤其敏感的年代，又再被人画出来讨论。
有一個人在大陸的，他說就這個是 colonialist， 是因為我應該寫 these black-hearted evil British colonial soldiers and these pure brave Chinese peasant patriots。 但是如果是這樣說，這個不是歷史，這個是政治。Politics, I want to keep away from. 路德寨，我不可以行街穿黑色衫就冇路德寨。做过政务官的他，对于改变紧嘅香港，只能够无奈接受。当年的政府咧，好轻手，唔系压迫。我话呢个系应该系咁样。呢二十年咧就改晒。我以前喺做政府官。我的朋友会上到我写字楼，蹦蹦，喝杯茶。现在如果你去那个大政府合署，就入不到门。现在的香港不是我的香港，我的香港就不同的。但是这个是政治，我不想说。他说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来讲，香港不是一个生活舒适的地方。完成了手头上面的工作，他最终都要全身而退，回去英国。这里痛，这里痛，老啊，老啊，最尾我要返，最尾我要返。为了早点建立到朋友的圈子，他的太太十年前决定回到英国生活先，全部的家人都在英国。是我太太就说，你一定要回来，如果我回英国没有事做，他说你会很快死，最好你留在香港。假想譬如三四年后你真的要回去英国，你会很不舍得香港？当然了，心不想回。帮衬了这一间几久？好耐，好耐。谢谢阿哥。我的学生说住这里是公共交通那么方便。I'm very happy there. Very happy. I'm doing work that I enjoy. I'm living in a flat that I like, in a village that I like. No, I'm happy. God called me here, and here I am.报真相，讲人话。9:30，苹果新闻报道，强势登场。